大家好，我是星星，又到了咱们的樱花时间。最近有很多小伙伴问我房子是怎么做的，让我出一个做房子的教程。那行吧，那我们今天就做一个又特别又简单又好看的房子。我们先选一个地方建房子，选一个好看的，看一下农场吧。我一直认为农场是樱花最好看的地方。哎，这块地不错，有小动物，还有樱花树，而且空的地方也够大。好吧，就是这里。我们先把房子的外面做一下。这里我不用抢，我用一个东西，一个做饭用的东西，微波炉。没错，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微波炉房子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超简单？墙顶啊，墙这些都不用做，直接就有了。我们把这个微波炉的位置调下。接下来的话，咱们就快进吧，快进听一下歌，因为做的过程实在是太长了，你们能看懂就好啊。好，咱们开歌。